起立，立正，敬礼，请坐。各位好啊。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台湾民政府司法部林永成哈。那今天要跟各位哈，那个在鲁班门前弄大斧啦，是讲的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历史，还有我们的那个现在还有未来的展望。包括我们一些转型正义的一些目前的一些做法哈，给各位做参考。这节课我特别用那个华语哈发音呐，我华语讲的比较没那么轮转哈，大家都包含一下哈。首先哈，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们台湾呐哈，澎湖这一个群岛哈，那个用语言下去分呐，要下去区分我们那个各个族群的那个语言哈，一共可以分成四大语系。第一个语系就是那个在那个红头屿那边哈，现在就是兰屿那边的那个巴丹语系哈，就是达悟族在使用，然后再就是我们那个泰雅族系的部分哈，泰雅族系的部分有泰雅族本族，还有泰鲁格族，还有最近最红的那个赛德克巴莱哈，赛德克族。再就是我们周语系，那周语系是卢凯族还有周族的本族啊。周族之前是一共有五个部落，那他们的部落他们的语言比较奇特一点，他们的语言是各个部落之间互相又不相通。虽然都是一样是那个使用咒语，然后是同样是咒族，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不是很类似，好，所以他们最近有在部落间有在做交流，好，有在做交流。再就是那个现在目前台湾那个最大族群的那个语系哈，用语言下去分是最大的了哈，是那个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还有塞夏族、少族、噶玛兰族、萨奇莱亚族啊。在原住民的部分，所有的原住民都是用排湾语系的语言，都有受到那个排湾语系的影响。不好意思哈，那个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哈，我们那个。更早之前哈，那个来接管台湾的政府哈，他们都用高山族跟平埔族哈来做跟我们做台湾人的分化，主要是让把我们一分为二哈，然后那个就会互相的斗争哈，那就会他们就是渔翁得利哈，就会渔翁得利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哈在那台湾民政府这边的那个的分类，我们不这么分哈，那我们因为说那个。用那个我们那个整个迁徙的历史，还有那整个那个文化的传承的那个历史来看哈，那个目前在那个目前定义的原住民的部分，在那个原住民委员会那边定义的原住民部分，我们这边把它改成原住民，它是真正台湾原始的主人，目前知道最久的一个那个我们的历史的部分哈，就是那个阿美族的部分，阿美族他们在那个他们祖灵的地方那边哈，有找到。12000多年的那个祖先的骨骸，我们用最先进的那个碳十四的那个同位素下去分析啊，在台湾的我们阿美族的历史一共有12000多年啊，那其他各族都是有7000-8000年以上，七辈亲当英雄了哈。那我们这边那个比那个汉满蒙回藏啊的那个中华民族号称它5000年的历史哈。还有悠久，啊，所以我们那个台湾人也不是中国人呐，哈，那我们原住民族，啊，当然也不是中国人，啊，他们的汉蒙蒙回藏里面没有包括我们的目前14族的那个原住民，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用原住民跟原住民的方式，哈，下去跟各位介绍，我们才是真正台湾世代传承正统的血脉，是台湾真正这块土地的主人。
然后我们台湾的原民族是，原住民族哈，是属于南岛语系民族哈。然后目前用地理位置来分哈，这是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是暂时的了哈，因为这是表示现状，现状的部分是住在比较那个高海拔的地方的原住民哈，他们是一个族群。那在平埔族已经很多被汉化的地方哈，那边是原住民族哈。那这个其实我们更早之前哈，整个台湾都是我们那个原住民的土地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分啊，我们是一整块一整块的，不是像现在都是住在保留区，都是住在危险的地方，所以现在把我们赶到很危险的地方去，那不知道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消灭我们。这边简单我先介绍一下那个原住民的部分，原住民的平埔族他那个用那个语言学的那个李仁奎先生的说法，可以分为七族十四支。那我们目前现在找到的那平埔族的部分大部分都已经被消灭掉，有的都被同化掉都不知道。像我们桃园这个附近有之前有一个叫龟伦族的，而在龟伦族是那个更早之前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原住民。那原住民他们这边，所以这边叫做龟山，不代表说这边有山长得像乌龟，不是，是因为这个地方更早之前叫龟伦族的地方。那平埔族群那个大部分都是那个崇拜灵魂，崇拜我们的祖先，都是崇拜祖先。那我们不会去拜中国的神明，也不会去拜中国的神像，我们平埔族人没有这样子的观念。那我们因为小弟本身是那个大满族的，是小林村那边，那个更早之前是大满族，妈妈那边是大满族的后裔，所以我这边用那个大满族的部分，就我所知道整理给大家，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平埔族的部分的精神寄托就是公蟹，公蟹的话就是台湾话叫做公改，就是公改，公改。我们那个公改里面会放着我们的阿力祖跟阿力母，那是代表我们的祖先，不是代表神明，是代表我们的祖先。那我们会把我们的那个阿力祖跟阿力母如果请回家里面来，不放在那个公改那边的时候，我们会放在那个家里面的那个左边的那个墙壁旁边，所以也有称为叫做壁卡佛，也有人讲叫做壁卡佛，壁角佛。那当初的甲仙乡的那个小仁村，平埔族人是最多大满族的后裔的地方，那因为两年前八八风灾被那个政府那个他们的过度开发导致我们那个整个大满族灭村。那现在最还有一部分的人现在是在那个台东那个地方，还有一点点，还有一些在。那我们平埔族人那个有一个业绩，那业绩的话是差不多是每年的9月15号左右，就是那个中国那边类似像那个中秋节那个左右我们会去那边做业绩。那族人会头戴元宰花环，就银牙灰，银牙灰款，然后身穿我们喜欢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衣服，因为白色的衣服对平埔族来说那个是最好的衣服，白色是最纯洁的衣服，所以我们在祭祖或者是说做那个一些祭典的时候，我们都会身穿白色的衣服，表示说我们对祖灵的一个崇敬。这个跟中国那喜欢红色、喜欢穿红色大衣的那个不太一样，我们那个平埔族人也是喜欢白色的。那平埔族的部分，它的图腾，我这边介绍一下它的图腾。那图腾我们是用红色跟黑色编织成那个百步蛇纹的那个样式，那个也是来自于那个我们台湾族那边的对那个百步蛇的崇拜，所以在我们台湾这边就是百步蛇几乎所有的原住民族都百步蛇的图腾，都百步蛇的图腾。这边介绍一下那个更早之前的平埔族的那个有一个叫做我们有一个那个平埔族文物馆最早的那个是就是在我们小林村那边在小林国小里面那么用那个最自然的那个就地取材的方法
去找了很多的一些大自然的素材哈，我们自己盖，自己盖。好，这是日本时代哈，日本时代的那个照片，这是平埔族人的照片。那我们的有自己的衣服，跟那个汉民族的衣服不一样。那当然跟我们目前原住民族的衣服啊，也是有点差异。可是我们还比较接近那个原住民这边的哈，跟中国的服饰都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这边下面这边哈，有那个平埔族高树加那哈，那边是虎的状况哈。那当初有留下这些文献啊，我们拜的是虎，那是一个象征物啊。那个虎的大小，或者是它材质，或者它的那个颜色哈，都不是都没有拘束哈，大家随喜。就水洗，那我们在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事情要托付给祖先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虎口那个地方啊，绑红色的丝线，啊，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祖灵啊，那个告解，跟我们祖灵告解哈，跟祖先讲一下我们的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的饰物上面都有一条红色的丝带啊，我会绑很多红色的丝带。啊，这个是那个在八八风灾前拍的照片了哈，当初有这么多人哈，现在都已经。那个，差不多超过一半都已经不见了哈。那我们平埔族人呢、啊，他不辨事实，他没有春夏秋冬，因为台湾这个地方是四季如春的地方哈，他的那个春夏秋冬的那个不会很明显，不会很明显，所以我们会用那个刺花开啊，就是一年啊，就是表示他一年到了。然后那个左下方这个是小林村平埔族的业绩，我们身穿的是白色的衣服。身穿的是白色衣服。那我们平埔族人、啊、会用牛车、啊、去请那个长老、啊、到我们那个祭典的会场来。那祭典会场表示说我们对这个整个长老的崇敬，这个我所知道的那个包括原住民族也是都是很尊重我们的长者，因为长者是我们的智慧、啊、这个跟他们的孝道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整个村子里面的长老都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啊、都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心智 的人。那我们用那个很自然的那个就地取材的方法，搭了这个叫做地公阿楚，我们叫做地公阿楚叫家屋了。然后这一张就是它的饰物，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的祭品也是用槟榔，我们是用槟榔在拜拜。我所知道的、哎、像卑南族他们如果要那个出猎的时候，要打猎的时候，他们也是要拿那个槟榔啊，稍微祭祀一下，那这整个那个土地的精灵啊，请他让我们能够得到收获这样子。那这槟榔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的象征啊。这是我们平埔族的那个安仪，就是类似的类似我们的那个祭司哈、啊，我们那个有些族群还有保留的祭司哈、啊。那这个标旗哈、啊，跟天梯的部分哈、啊。我们这个部分跟那个道教的标旗天梯差，那个很相似，可是不一样。不晓得是道教学我们平埔族，还是说那个平埔族去学他们啊？这个有可能是被汉化的哈。可是有差异的地方就是说哈，我们那道教的部分会整个跟我们这个整个一样，它是整根竹子，那上面会留尾巴，那个头会留起来，留头留尾哈，就是呼请那个啊那个我们那个整个那个大自然的啊那个祖先啊，在我们的祖先啊。全部都呼请他过来哈，然后下凡过来哈，那个用梯子下去，代表说他可以下凡过来哈，跟我们的这些哈孩子们哈，我们原自己的这些那个他自己的孩子们哈，他的子孙哈，可以同乐哈，或者是说可以一起来那个参加这个祭典。那跟道教不一样的是，他们道教这边会插了一个四个人偶哈，会有春夏秋冬四个人偶哈，那我们这边是没有。这是跟他们道教比较不一样的。我这边要导正一个观念哈，这边大部分有都是我们那个原住民嘛，有一部分是那我们平地的原住民的部分哈。那原住民的部分呢，我要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哈。那个台湾话哈，有一句话哈，叫做“无登山冈，无登山嘛”哈。有人都以为说啊，只有那个我们身上只有那个登山冈的血统，没有登山嘛的血统，不是这么解释哈。有登山冈，无登山嘛，这句话是说我们台湾人、哦、不管是我们那个高山的原住民，或是我们平埔的那个原住民，通通都没有中国的血统，通通都没有中国的血统。有的部分可能只是少数、哦、可能是少数、啊、大家都因为、哦、被人家称番称、哦、久了之后，像我们人家以前 我阿公、哦、他们
在拜那个湖的时候，他们都不太希望让人家看到，然后偷偷的拜。啊，那我曾经问过我阿公说，那我们拜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这个就是湖啊，我们就拜湖就对了啊，就这样子。他不敢跟我讲太多，因为讲太多，我出去讲给别人听，他怕我被人家笑成是翻了，他们会说我们是手翻。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被说翻说翻，被隔离久了之后，就想说好吧，那你就我就押韵对拜啊，我就拿着香跟着你一起拜，那你就不会笑我啦。所以被人家讲了好几百年，那变成是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我们自己是谁。其实我们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啊。这句话是说哈，台湾根本没有护到中国人的血液了哈。那台湾人不要认贼作父，不要数典忘祖。我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国古代的阶级分明啊，这大家都知道哈。少量来台湾管理的官员呢，会自行西眷啊，他们自己会带女眷过来哈。然后他们会讲究门当户对，然后中国人又会很会自我膨胀，他们怎么可能让下一代跟我们通婚？哦，这个是他们官员的心态。然后再来就是跟着那些官员过来的那些兵员哈，那些阿兵哥了哈，那些兵啊哈，他们的素质低劣哈，跟盗贼没有两样。中国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啊。他们中国的对这整个那个当兵的观念就是这样，他们好的男人是不会去当兵的哈，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在家乡里面混不下去，然后就只好跟着管理台湾的官员，那个想要跟着他们渡过台湾这边来混口饭吃啊，因为他们听说哈，那个三年官两年嘛，所以他来台湾那个当三年的官，两年哈口袋就满了嘞哈，所以应该是很好赚，所以他们就会跟着他过来。结果他们过来哈，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更早之前哈，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槟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自然的 DNA 了哈。我这么称呼它了。我们台湾人会吃槟榔，因为台湾的地方是热又湿的地方哈，热湿的地方。那他们中国人是比较北方的人哈，他们过来我们台湾哦，如果没有吃槟榔哦，他们会得热病，会得那个热带的疾病。所以很多人就他们很多的那个兵员哈，到台湾之后水土不服，啊不知道说要吃槟榔啊来解这个热毒，啊所以他们就常常生病，啊生病之后就被官员给解职了，解职之后滞留在台湾哈，这个叫做登山岗，这个就是我登山岗哈，这就是登山岗，就变成乞丐，因为他已经被解职，然后在台湾没有土地，没有亲人，啊只好四处去当乞丐，然后四处去乞讨，啊像这样子的人。我们平埔族，像我们平埔族人哈，我们是母系社会哈，他我们高那个原住民的部分，有人会把女儿嫁给这种的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更早之前，我们母系社会说，那女人是当家的哈，女人是当家的，她不会去挑这种，没有这么没有像这种的不会去挑哈。我这边另外跟各位做一个佐证哈，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哈，那个清帝国管理台湾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奉献严禁罗汉脚习俗。其实登山岗都是罗汉脚了，都是罗汉卡啊。我们现在讲罗汉卡，就是他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像这样子，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好，这个是在那个高雄那个韩吉寮呀，啊，韩吉寮那边哈。我这边有抄录他的那个一些他的碑文，有些已经斑驳掉了哈。刚这边有一些已经斑驳掉了哈。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稍微跟他念一次给大家听啊。这是乾隆时代44年，乾隆44年12月初2了哈。那有很多人啊，我这边名字就不念，有很多人啊哈，在抱怨这个罗汉脚的习俗啊。他们成群结党，日为流盖，夜行鼠窃，身穷计身，你所不为，木叶之间将弊病盖尸，啊，丢弃殷实之家，啊，把他自己的同伴啊，他自己同伴已经死掉了哈，然后就丢到别人的家里面去，丢到那边做什么？去跟人家讨钱啊，说他们的同伴死了啊，要来分一下钱啊，他们可以把他拿去埋葬啊，或者是把他送回中国去啊，就拿着他同伴的尸体这样四处去讨钱去骗钱，结果骗了一家之后还不以为然，还四处去骗，大概整头拢去骗，每个庄头都去骗啊，所以后来他们已经受不了，常常都这样子，甚至还有把那个树头，这边也有记载到。甚至把树头哈用布包一包，假装是尸体，就在骗了。啊，后来他们受不了，就去报官，就报那个清朝的官。那清朝的官会不会去抓？不会，他就立个碑，
那就说啊，就是要这个要就是要进那个罗汉脚啊，那个住的罗汉卡还是呢，不要给他们，尽量不要给他们这样子，他们的作为就只有这样子了，没有其他的哈。所以我们台湾人哈，没有去混到中国的血缘啊，有的话是很少部分啊。在我时间的关系，我赶快介绍一下这个我们那个原住民的文化。那我们原住民哈，目前有在那个中华民国六方政府这边，他们有登录的是有14个族群，其实还有2个准备要也在争取啊，目前还有在争取哈。这边解释一下哈，我们那个高山族这个名称哈，是1945年二战之后哈，中国流亡政权对台湾民族的总称，啊，他把我们整个不管我们是那个平埔或者是那个原住民或者原住民，他都给我们一个叫做高山族啊。那后来又改成那个原住民，现在是改成原住民了。那我们台湾民众现在把它改成原住民跟那个原住民哈，把它还是把它分出来，可是我们的部分就是那个整个的部分就表示说我们那个在为什么要这么分啊，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要把土地还给真正的主人，啊，原住民的部分现在都在平地嘛，他们受到的那个侵略其实不多啦，啊，可是他们受到的整个的那个汉化的状况，啊，非常的严重。其实以前的平埔族人，啊，大家都非常的好，大家都做好的，都不会自私，啊，都不会自私。那中国文化混进来之后就开始自私了，那原住民的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在很危险的那个比较高海拔那些高山原住民的部分，要把那个林务局的土地那个整个到时候我们实证之后会把那个土地还给他们，要还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原来的主人，我们要把他的土地还给他们。那当初日本时代交给那个蒋介石的时候，我们的原住民统计起来有120几万人，结果到目前的那个 原住民委员会啊，现在目前地方政府委员会它是56万，我记得好像56万58万左右，剩不到一半，哦，那我们您看看我们那个整个从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 人口当初是只有800多万人，那成长到现在已经2300万，居然我们的原住民的人口居然还剩下一半，哦，我看到这个数据我真的很痛苦，因为小弟啊本身是做那个台塑企业那个负责建设的一个工程师，然后我常常都看到那个外包商所请的都是我们的原住民，那个危险工作通通都是他们在做，那我们的人怎么不见了？因为被驱赶，被驱离那个我们自己的家乡，被驱离我们家乡，然后就流浪到那个各个那个工地去，然后从事危险的作业，那出了事情那就随便赔一赔，就这样子而已。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原住民的。那我这边介绍一下，原住民目前是包括布农，那个卢凯，台湾，比乌马，其实我不喜欢称它叫卑南，这是中国字，看起来就很可恶了，那个卑就是那个很下的部分，我们就要恢复它的名称叫比乌马，那是比乌马，比乌马是那个很强壮的意思，是真正的那个，对不对？我们不要用这个名字，少主泰雅戴恩，还有那个达悟族周族阿美族塞夏族扎西拉雅族塔鲁格族还有沙迪格，好像这次有人来嘛，一共有还有哥玛兰族，一共14个族群。然后我们那个台湾是多种族的那个地区，现在中华民国所讲的多种族是讲说他们移民过来也算是多种族的一组，他希望我们接纳他们，他们才会这么讲。其实我们所谓的我们这边讲的多种族是我们本土台湾人自己本身的里面的多种族，跟他们是不一样。那我们各个地方因为更早之前他的那个交通不方便，那我们每个部落每个部落之或者每个族群之间都不会互相往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那个争分，所以我们这边有延伸出有很多的语言，其实有一个地方就一个语言这样子，像那个泰雅族它有10几个部落，它其实有些部落它的腔调也不太一样。
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台湾民政府那个目前各个行政区的位置图哈。我要介绍这个位置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建制的时候啊，它是没有去考量那个原住民的部分哈。那后来我们发现不对，怎么可以少了原住民？原住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怎么可以少了？所以后来我们把那个澎湖州哈，把它列到那个高雄州去，然后我们原住民州哈就是这样子成立起来。所以我们目前有六个州，就是那个原住民州哈，那台北州、那个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还有那宜化东州。这个要跟各位那个介绍一下，这个是目前那个六王政府那边哈的那个原住民委员会帮我们制作，这是他们制作的一个图哈。这个图哈，蓝色的部分表示，白色的部分表示我们台湾嘛，蓝色的部分是原住民目前的保留区啦，这是他们设定的保留区。你会发现，哎，我们的保留区怎么都是在中脉，中央这边都是中央山脉。左边都是中央山脉，那右边怎么都是那个海岸线，那边最旁边那边也没有哈，最旁边那边可以做生意啊，也没有呢哈，都是在山脚下，都是在那个山坡上。像我们家小林村啊，像我们那个妈妈那边娘家哈，如果遇到那个整个土石流哈，被那个他们当初是有那他们那个北水南引的状态，他们要引那个南化水库的水哈过去给那个。台南科学园区那边哈，用，因为他们用水太多，工业化太多，水用不够，然后就去南化水库那边用，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做那个引流的那个工程啊，然后把那个土啊就放在小林村的村子上面，88风灾的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整个土方就跟着他一起淹没。现在我们的像现在像我妈妈他们的那个，哎，不好意思啊，那个他们的那个亲戚家人。到现在还在里面了，还在里面。我们也不想去把它找出来的，入土为安了。那本来就是属于台湾的，就是回到台湾的哈。我这边就是要跟各位讲，目前他给我们的保留区就是这些位置，大家可以好好的看这张图，通通都是危险的地区了哈。除了危险之外哈，还有哈，它有三大法令哦，把我们原住民给绑住。第一个就是水资源保护范围哈，这个就是水资源保护区了哈。蓝色的部分是水资源保护区的部分，红色的部分是我们刚刚这一张哈，刚这一张蓝色那个保留区的部分。那重叠的地方、冲突的位置不可以开垦，它禁止我们去开垦它，不可以开垦，连剪瓜鸟都不行哦，连剪瓜鸟都不行哦，再来，这叫国家公园保护法，国家公园保护区，这些冲突的位置，通通都不能开垦，通通不能开垦。这个是保安林保护区，森林保护法。这边冲突的位置也是不可以开垦，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那你把我们原住民留在这些通通不能开垦的地方，我们连剪瓜鸟都被抓，都被带走，都有事情，还没搬家贵鸟都被塞，都不行，打猎也不行，打个飞鼠都要偷偷的打，那很奇怪的事情，那你到底是在消灭我们，还是在 保留我们？这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原住民哈离开祖灵之地，失去土地的原民族被迫要进入别人的文化领域，被迫要使用别人的语言，被迫要习惯别人的生活方式，然后被迫要成为社会弱势的族群，然后要甚至要成为那个社会的边缘人。然后在我们那个民政府辖下，我刚刚跟各位介绍那一张图，在那个已经，我们现在目前那个原民族哈，原民族已经成立那个州级政府哈，那我们直接会让那个原民族拥有土地权啊、州立法权、司法权、公平的预算，还有文化教育智慧组织。我们目前的那个流亡政府目前的总预算还不到1/70，给原住民的钱还不到1/70，甚至比给那个蒙藏委员会的还要少。还要少。那我们目前分成六个州，然后一个中央，有7个区块去分配总体预算的话，我们至少原住民可以分1/7。好，这是目前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的规划。这个刚刚有介绍过，我就不要再重复。这张是原民州长那个吴念田吴州长，他是阿美族的。
那个马英九去拜访花莲的时候，我们原住民呢、哦、跟他呛声了，还我土地了哈。我这边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一直以来我们都找错人抗议的哈。其实流亡政府他有没有主权？他没有主权，他连住民代表处的处长最大的一个长官都被上手铐，然后上脚镣，然后还穿囚服啊，带走啊，违反人权啊。他有主权吗？他没有主权。因为美国他们的最近的新闻里面有看嘛，他直接就跟他讲得很清楚，中华民国台湾啊都没有主权。那既然没有主权，哪来的领土权？所谓的主权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机构，所谓的领土就是人民向主权者领有土地，叫做领土，就是这么简单。那他没有主权，那我们有曾经跟他领过领土吗？没有。那他怎么可以驱逐我们呢？所以我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们要去找的方向是美国，是日本，不是中华民国。因为台湾目前那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啊、它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日交战之后，那个麦克阿瑟那个因为在那个日本那边丢了两颗原子弹，然后后来就结束了战争。结束战争的时候是美国压制日本，然后他又把台湾用麦克阿瑟一号命令 的方式、哦、交由那个蒋介石元帅，他叫元帅的哈、哦、代管，就这么简单。那他代管四年之后，结果他自己流亡了，被政变成功。好、哦，那、啊、他那时候身份是不是总统？不是总统、哦、他的总统叫做李宗仁、哦、他更早之前是李宗仁是他的副总统，那蒋介石是总统没有错。可是行宪之后他被罢免掉，蒋介石因为更早之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中国那边的 战争常常借由那个屠杀自己的人民，然后借由那个媒体来采访的方式把这个罪诬赖给日本人。就像我们那个湖南长沙文熙大火，那个已经证明出来那是蒋介石他自己去放火要诬赖给日本，因为他的武器不够精良，他希望国际能够声援他，能够给他支援，好，所以他就把那个长沙城给封起来，然后自己放火，自己把人给烧掉，好，后来被媒体发现了，说因为天后的关系，日本军都还没有开到长沙，那为什么长沙会发生大火？为什么长沙会发生大火？结果他们就说，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制造那个所谓的国际事件，好，要你们就是别有所图嘛。结果蒋介石他讲了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词，叫做焦土政策。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宁愿把这边所有的资源全部都烧掉，都不愿意留给日本人用。好，那请问一下，那长沙城的人呢？人你为什么把它关起来，让它烧死在里面？好，这个就是整个历史的整个里面的一个最诡异的地方。好，日本打整个中打蒋介石，他们一共前前后后，包括他有宣战跟没宣战的部分，他在他的架构里面打了八年，都没有办法把他打起来。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短短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把他给政变掉？因为他们当初那些参与那个蒋介石那边的一些兵员，他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是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同胞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加入共产党，就是去反蒋介石，就把他给赶走，就算他贵为总统。啊，后来到了那个1949年的时候，他们过来，那个李宗仁他飞机飞到那个美国去，他流亡到美国去了。那蒋介石可以来台湾步行试试吗？他那时候身份什么都不是，只有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所以他们用党职转公职的部分，直接总裁转总统。所以从那个时候这样子一直以来，一直传承以来的中华民国总统是总统吗？不是总统，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结果我们在选的都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都不是国家，所以到现在人家也没有承认他是国家。然后他的身份有了，是有一个叫做他代替美国代管台湾，那因为来自于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既然他没有主权，我们以后回到部落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我们自己的那个同胞讲，
他是没有主权的。我们再去围更多次哈，都讨不到东西，都要不到东西哈，不需要跟他要哈。这边哎，时间的关系，我讲快一点哈。这个是更早之前哈，有过来管理台湾的一些国家哈，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更早之前是西班牙是海盗哈，它有一些海盗组织，有一些商船组织哈，这是海盗。那葡萄牙啊，然后荷兰，还有中国，还有日本，都曾经管理出入过我们那个台湾这块土地。那他们对待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的方式，都是用分化挑拨的方式哈，号称以夷制夷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以夷制夷哈。那他污名化我们的那个原民族啊，称为我们为班哈，不让我们传承英雄的故事哈。我们英雄，其实我们那个有很多的英雄，他都不让我们传承啊。像卓奇赌就是啦，卓奇赌那个，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是南台湾的一个英雄，他不让我们传承，我这边故意要跟他传承，跟他作对，然后他驱赶我们哈，强占土地哈，把我们台湾的主人变成流民，把乞丐哈，他欺骗官僚工哈，他的侵略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哈。刚有讲到卓奇赌这位哈，这位是那当初那个南侠之盟，在1867年的时候。啊，那美籍商船罗法的 Rover 哈，他搁浅在台东外海哈，然后那个船员哈，因为上岸的时候哈，被误以为他是海盗，因为美国人看起来金发蓝眼睛，啊，金发蓝眼睛，他以为他是西班牙的海盗，然后就把他杀掉了。把他杀掉之后，美国就向清帝国抗议。为什么向清帝国抗议？因为美国以为台湾是清帝国的领土啊。结果清帝国怎么讲哈？我等一下跟各位讲。清帝国哈，他跟美国那边所说的哈，升藩非清朝之领土了哈，台地升藩柔处血去柔血处柔居哈，不利版图，为王化所不及。他说我们那个南台湾那边的族群呢，不归他管哈，所以后来美国说好，不归你管，那我就自己找那个台湾族处理啦哈。结果他们就派了那个海军过来。派了海军过来，然后就发生战事。战事之后，当然有签订合约嘛，哈。那这是南侠之盟，这是一个国际条约哈。那个国际条约目前是放在我们那个屏东旭海那个地方有一个纪念碑，在出会黑的时候在出火那个地方有纪念碑哈。然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那个大英博物馆那边，听说都有存本在哈。这个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哈以战败者的身份所签署的国际条约，谁战败？美国战败，啊，美国被南台湾的卓奇赌啊所领的十八社，啊所打败哈，啊。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他的精彩的战史哈，啊。这边有写到了哈，啊，清帝国推卸责任回答，啊，仿辽自鹅銮鼻不宰版图，哦，不是他的了哈，啊，所以美国就派了，啊，代表哈，啊，后来就跟那个战事打完之后就跟代表哈签，啊，了那个南侠之盟，他的内容写得很简单了，啊，哈。等一下有的那些条例的哈，它的内容是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外国人没事不可上岸，啊，海难登陆人员必须几红几灰，否则格杀勿论，哦，所以南台湾的人讲，我们台湾人打赢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话了，我们可以在合约上这样子跟他要求，因为我们打赢，我们可以讲话哈。这个战事为什么会成功？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故事啦，那美国既然跟清帝国那边，啊，跟大清帝国那边抗议之后无效，那他自己派了海军过来，结果他海军哈，那个都是那个文明武器，当然没有现在好了，可是他手上拿的也是火炮，还有毛瑟步枪，他们用毛瑟步枪。那我们台湾族用的是什么武器？用的是弓箭，用的是长矛，用的是石头，啊，用的是。削尖的竹子就是这些原始的武器。那美国他们哈在打仗哈，不像那个中国人这样子会没有战法哈，他们很崇尚的叫做骑士精神。什么骑士精神？要对等，两个要打仗就是要互相就是要对等，然后要有骑士的精神，不能够偷袭，没有偷袭这回事，不可以偷袭哈。那我们常常可以在西部片里面看出他们美国精神哈。西部片西部牛仔要对决的时候啊，两个人互相不顺的时候，想要对决，两个反正就是要死一个的时候哈，
一个有枪，一个没有枪。有枪那个人会把一把枪丢给那个没有枪的人，然后互相找一个人来当公证人，互相往后面走20步。啊，他喊到20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拔枪向后面开枪，啊，谁先倒地谁就死掉了。啊，没枪的人会，没枪的人，那个有枪的人会把枪交给没有枪的人，会有那个对等的关系。那美国海军他拿着那个文明的武器，他会去打那个传统的武器吗？不行，不能把人当成猎物打，所以他就没有打。没有打之后就觉得不太对，这样子回去也没有办法交代。既然都已经千里迢迢从那美国那边，那时候夏威夷还不是他的，从美国那边开来我们台湾这边，啊，开来之后没有打不行的，啊，那怎么办？那我们总是要交差，那至少我去看一下。他就派了副舰长李让李先生，他就搭了小船，然后就这样子沿路这样子巡视靠近，因为他的大船会触礁，因为他吃水比较深会触礁，所以他搭着小船想接近一下，看看有没有后面有没有躲一些原始那个船那个文明武器，他们就可以打了。结果发现都没有了，他们拿了望远镜在看。后来台湾组的勇士就对他发了一箭，因为他们互相已经有宣战了嘛。台湾组的勇士对他发了一箭，一箭就射中他的左眼，就看着他就用右眼睛在看那个望远镜，单筒望远镜，左眼就被射中了。所以这个李让李我们最近有在看海尼根的那个广告，有一个那个那眼睛掉下来那个那个就是李让李先生的，就是那个那个人就是签我们那个来，后来也是他来签的，他非常有骑士精神。他被台湾组的人攻击之后有没有回击？没有回击。为什么？因为他的武器是文明武器，不能够打原始武器，所以他鼻子摸一摸不敢打就走了。所以这场战事有没有宣战？有经过宣战手续，对不对？然后有没有经过攻击？有。那你美国有没有攻击？没有攻击是你家的事，因为你宣战了，所以后来就被打败。那打败的人必须要听打胜仗的人先讲嘛，所以他就写说美国人没有事不可以上岸，那 海难登陆人员必须要举红旗为好。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后来那李让李过了一年又来换文了。他因为他这样子写非常的不太对了，这样子写的话他回去也不好交差了。那后来就想说，那隔年再来换文好了，因为你不要写的这么难。因为更早之前还有写说你们上来的话还要算关税，每个人要交什么的呢？要交什么东西呢？要交糖，跟交那个香烟，他们要交香烟，那时候已经有大烟了啦，要交香烟，你不能没事上来，你上来都要算人头，要交烟草，因为他们不会用那个清帝国的钱，不会用那个东西，你们如果要鹿皮，我可以打给你们，卖给你们，那跟你们换香烟，换香烟，所以他们隔一年又来换文，然后他的要点后来就有点修正了啦，有点修正了。我这边把修正的部分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二次的会谈呢，那个卓奇笃先生那个是十八世的那个的王了。他们既然签了国际条约，所谓的国际条约是国跟国之间的对等条约哦，国跟国才可以签国际条约，美国跟国家才可以签条约哦，美国不能跟一个县签条约哦。所以他跟我们台湾组那边签十八世那边签合约，有没有承认台湾组已经建国了？有，是有啊，没有错，是有哈。所以这卓奇笃他后来就在这个第二次的会议就讲了，我们并非一开始就对西洋人仇视，或真性嗜杀，或者是，而是因为西洋人水手海跟海盗曾经多次登陆，他指的就是西班牙人的海盗，西班牙海盗。扰乱当地，我们人死伤很多，所以后来见到外人跟陌生人登陆就进行报复。我们不是把它当成那个算是外来的侵入者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主权，我们的自己的土地的。后来他们就是，你们如果是真的是遇到事情，遇到台风，因为台湾台风很多嘛，遇到台风的话或者是搁浅的话，你们一定要举上红旗，如果没有举红旗的话，格杀勿入。后来呢？到了1871年的时候，牡丹社版主又因为说那个琉球那边的渔民，琉球他们本身没有军队，他们更早之前在明朝之前，郑成功那个有海盗之前，他们都是
那个中国哈、哦、那边那个支那那边的所谓的附属国，因为他们不养军队，因为军队必须要养一批人专门在那边训练体能，然后又不是耕作，所以对他们那个岛国来讲很伤啊，所以他们就不希望有军队，那我就依附在强国身上当附属国。那后来呢，那个到了那个郑成功以后，就是那个明朝跟清朝中间的时候，他们那个我们那个这个琉球人、啊、他琉球国，他以前有一个叫 琉球王国，他就去换去依靠那个日本，因为日本那时候因为黑船事件，那个他们自己那个产生一个工业化革命之后、啊、在日本那边本土一个叫明治维新、啊、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整个都变强，变强之后，那琉球就变成是他们的附属国、啊、就变成对他朝贡。那对他朝贡，他就要负责保护他。结果他们的渔民来这边、哦、又遇到海难、哦、然后因为没有举红旗，又被杀了、哦。这次、哦、中国一样讲同样的话了、哦、身翻记我画外、哦、那个大臣叫毛长熙、啊、他的对日本的文件上面就写说：身翻记我画外，法与不法，为贵国制裁之、哦。你们如果要打，你们自己去打，那个不是我管的。所以中国说我们这边那个是他的一部分，有这么简单吗？不是哈，我们台湾不是他的一部分哈。我们从两个事件哈，我虽然就只有短短写这两个事件，那个一个就是牡丹社事件，一个是那个南侠之盟事件哈，就可以看出中国对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中国从来没有为台湾人而战，中国从来没有为台湾人而战。那我们哪时候会变成他的一部分呢？不太对哈，他们只是来这边收税，三年关两年嘛哈。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哈，马关条约了哈，我们跟台湾的原住民，还有我们台湾的平埔族原住民，跟我们那个原住民的部分哈，那个跟整个部，我们整个的那个历史跟那个马关条约有什么样的关系了哈？当初。日本是因为1895年马关条约生效之后了哈，那个马关条约是因为甲午战争嘛，那甲午战争是为了谁而战？是为了韩国而战啊。韩国东学党事件呢，明成皇后的时候哈，因为那个韩国他们私自增加那个关税，那当初的因为日本他没有产铁矿，没有产铁矿，他们就因为他每次都要用船去运，去中国那边运，去那个东北那边运那个铁矿啊。然后每次都要经过韩国，都要跟他报税金，结果他们韩国人就食髓知味，就一直把那个税金一直往上涨。后来东学党之乱之后，然后那个因为他们涨到后来，两个国家已经日本跟韩国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互相就发生摩擦。发生摩擦之后，东学党事件之后，那整个韩国被打败哈，被打败之后，因为他是中国的附属国，因为他也是清帝国的。表亲关系、啊、他们的王室是表亲关系，因为金、哦、他们的地方就在朝鲜半岛的旁边，他们是金人、哦、所以清帝国就为了他的附属国就出兵攻打日本，结果呢谁打败了？中国又被打败了、哦、因为他没有实施工业化、哦、然后他的一些北洋舰队的一些备用全部都拿去做他的颐和园、哦、当初那个他们的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然后可以看出来，那为什么甲午战争要割让台湾？不是因为我们台湾而战，为什么要割让台湾？因为台湾哈，他们当初割让台湾的时候，他们在偷笑哈。我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个清朝的光绪皇帝在旁边偷笑，因为台湾只有西半部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哈，就台南到那个猪罗山那个附近哈，是他收税的地方而已啦。其他的东半部还有中央山脉哈。三分之二，整个台湾三分之二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土地、啊、所以他割让那一块他不会痛、啊、他不会痛 啊如果割朝鲜半岛的话他会痛，为什么他会痛？因为他是他的表亲、啊、所以他就宁愿割台湾就不愿意割那边了、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我们被他们被当成是商品、啊、所以到了马关条约生效之后，到那个1915年、啊、日本接收台湾，结果花了20年的时间，台湾是一个小岛哈，
在台湾这个小岛，那日本是一个先进，它已经经过工业化的一个国家，它有现代化的军队，居然接收台湾之后没有办法，因为三分之二都是原住民，都是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所以他前前后后跟我们花那个打了二十年的战事，那期间中那个我们本土台湾人完全没有来自于支那，就是那个白浪，我们讲说那白浪，没有接受到白浪的那个帮助，还有那个外国势力帮助，甚至于在平埔族的部分，有三个人，有那个他的抗日三盟，就是简大师、林少猫、林肖喵，还有瓜梯柯铁虎，他们三个，其中的简大师他在抗日的时候，抗日战役的时候，他因为失败嘛，就失败了，打那个日本失败了，结果他就逃到福建去，从厦门那边逃往福建那边去，在那个福建那边他是为谁而战？他是以为他自己是中国人啊，他一直以为说他是中国人啊，所以我要捍卫我中国人的主权啊，结果呢，那个人跑到中国去，又被中国的人抓起来，送回日本，送回我们台湾，送回来台湾这边，给日本人处死。那我们台湾人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而战。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台湾，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有这样认为吗？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是一厢情愿，包括那个中国国民党都一直在对我们六十六年来给我们的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其实中国人完全没有把我们台湾人当成是他们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他们从来没有为我们而战，甚至这个简大师他为他本身的中国意识而战，在抵抗日本的时候，跑到已经就算失败了，跑到福建那边已经跑过去，你至少要做所谓的那个政治庇护嘛，结果他没有给他政治庇护，还把他送回来。我这边要呼吁大家，从这个时间开始，本土台湾人应该跟中国的情感应该完全断绝，不应该再跟他们有什么样的瓜葛了，不要有说我们有中国性，我们就像我们平埔族比较倒霉，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沿海的地方啊，我们虽然说住的地方比较安全，可是我们被他汉化，像我们那个日本时代户籍他们写个手的，他们称为手办，被汉化了，我们接受很多的那个外来的那个文化的侵略，我们是受到文化的侵略，那原住民部分是受到土地的侵略，他的土地一直在被掠夺，这都不对，这都不对。然后那个后来打了二十年的战争了，那日本我刚刚讲日本他们觉得很痛苦，他们曾经在他们的那个参议会那边，他们的贵族院那边有提案什么提案，说把那个台湾既然那个马关条约他得到台湾，把台湾用一亿日元的部分的方式卖给法国，他们的参议他们的贵族院有曾经有这样子提案，因为台湾人真的有够不好打，他打了二十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看看，中国他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他的所谓的八年抗战的前四年已经打到那个四川了，他人口有多少？有很多啊，那我们台湾人不多，那时候当初那个时空点差不多只有三四百万人而已啊，三四百万人可以抵抗那二十年，而且没有原始武，没有那个任何的先进武器，也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他打了二十年，他们在他们日本叫做真台战役，二十年的时间，对。之后他们日本人觉得我们本土台湾人非常的强韧，那忠诚而且刻苦耐劳的特性更优于他们更早之前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因为他们日本工业化之后，把那个武士刀全部都丢掉，他们不希望再配武士刀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失去了那个所谓的那个忠君那个忠臣，还有那个专心一意做一件事情那种精神已经没有了，后来从我们台湾人身上重新找回来，所以最近那个塞德克巴莱那边有一句话，那个镰仓我记得他的名字了，他在里面讲过一句话，那一句话是日本人的想法，他们在工业革命之后失去的武士道精神居然在台湾找到，就是很坚持，就是折善固执，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跟他的那个武士道精神很接近。后来在1915年
事情已经过了20年哈，那个他们已经改变对台政策了哈，我们台湾人已经不跟他作战了，已经不打了，那不打了，日本说好，既然不打的话，我们冤家变亲家了，卖个王家哈，拜托一下了哈，因为我们他们派了很多的日本的贵族男女，哈，跟我们这边的各庄头，哈，每一组的那个族长了哈，或者是他的一些首领啊哈，的后代哈，通婚，大概做。大家当亲就大家做亲家的话，不要再打仗了，因为他们日本人很怕啦，打了20年，小小一个台湾打20年，他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宽容，所以他们后来就是想要改良日本的血统还有他们的文化，我这边少写的文化，不好意思，要改良他们日本的血统跟文化，然后并跟台湾人冤家变亲家，他们尤其特别喜欢原住民的族群，啊，这个叫做日台。贵族通婚呐，哈，当然我现在讲日台贵族通婚不太对啊，这应该写台日贵族通婚啊，因为他是他们佩服我们的哈。那最近哈，在那个年初的时候，中华民国地方政府有一个廖姓立委哈，用这个历史，这个存在的历史哈，向媒体表达原住民很多都是杂种，啊，他是用杂种两个字在形容我们。由此可见，中华民国流亡政权长期以来对原住民的态度，所以我这边要呼吁大家，我们不是杂种，我们是经过改良过的，是经过改良过的。再来跟旧金山，就是那个马关条约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关系，这边刚刚有讲过了，三分之一是他们清帝国的而已啦，那我们那个著名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的那个大半土地了，他那个用马关条约的割让方式，割让给大日本帝国，明显摆了日本一道了，其实他不是摆了日本一道，他是摆了我们台湾人一道了，台湾人的土地他去赌博，然后把那个隔壁人邻居的那个房地产全部都跟他输光光，输了他自己的算了，还输了我们那个本土台湾人的，那导致1895年到1915年啊，西莱安事件，日本整整花了20年的时间征台。好，那1945年二战终止，到那个1951年哈，一共6年的时间哈，日本政府用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将台湾原的主权啊悬空割让啊，白纸黑字哈，由日本政府啊的那个首相哈吉田茂哈签署哈。他只放弃了台湾主权的宣告权而已的，那日本首相在这个地方也明显摆了世界一道了，其实也不是摆了世界一道，也摆了我们台湾人一道了，我们台湾人在他征台之后的30年的建设，整个台湾甚至说我们目前在台北市那些地下道的整个结构工程通通都是日本人做的，我们的铁道，台湾的铁道也是日本人做的，我们那个在那我们嘉义那边的那个，嘉，忘记他的名字了哈，嘉南大郡，对，那个嘉南大郡哈，那也是日本人做的，日本人在台湾用30年的时间，比他们清帝国，统治的时间一共263年的时间，建设的还要更多，超过100倍，好，所以。我们也是又被摆了一道哈，我们如果是日本所管的话，至少不会像目前这个六王政府这样子对待我们，他把我们当人看哈。不管是谁摆谁一道啊，我们倒霉都是我们本土台湾人啊。那我们台湾国际上的地位哈，是源自于马关条约上面的白纸黑字的哈。大清帝国皇帝委任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他派了他的总理。跟他的那个副总理去，好，两个国家互相派的总理跟副总理去，那签回来合约是放在谁身上？当然是皇帝的身上，不会是他们两个的，好，所以当初的吉田茂，他有没有经过日本天皇的授权？没有。那公司的总经理可不可以代替公司的董事长直接把那个整个公司给卖掉？当然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哈。
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的主权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顺便也可以回答一下刚刚这位 Cedric 的哈，那个我们那个朋友的那个一点点问题，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哈。我们很多的证明，民政府很多的佐证都知道说，外面都像外面都只知道说台湾没有主权，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主权。那我们台湾民政府是很清楚知道说，我刚好像讲错了，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主权，那我们的台湾的主权到底在谁手上？台湾民政府很清楚知道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上，不是在日本政府，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上。那我们会不会变成日本？不会。像那个大家可能回去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像大英国协这个这种国家，大英国协一共54个国家，之前有55个，包括美国。那后来因为美国跟那个美国他吵着要独立，说他长大了，他要离开这个妈妈，所以他跟妈妈打了一架，就打了独立战争。后来因为法国还有西班牙介入，然后那个把他斡旋之后，他们承认好吧，那就让这个孩子长大，就独立出去。在大英国协里面有54个国家，通通都效忠日本，通通都效忠英女皇，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那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其实只她这个名称的名词只有1/54了，其实她是54个国家的共同效忠对象。那到时候我们台湾自己建国之后也是效忠一个虚位元首，因为主权在她身上，可是这个孩子长大了，她自己要建国，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只有状态表，什么时候我们会做这个，我们会做这个动作。时间的关系，我这边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还有五分钟，其他的都是在骂人的啦，今天也不要听，这没有营养。我们这边原住民经常受到侵略，像这个族群这是在台南新化地区的，他们也是受到侵略，那个流亡政府要跟他们公告征收了。那我们目前的做法，虽然我们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一些武力，那我们也 不希望大家再用走上街头去跟那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那个没有主权的恐怖组织讨公道，因为他在他身上讨不到公道，只要把国旗美国国旗插上去就好了，因为台湾澎湖地区是美国的占领权，他是接受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的，所以我们都插上美国国旗跟那个美国军事占领旗，当初的那个法院的那个执行命令，这是 那当初那一户人家的那个插旗状况。后来就撤销了哈。那其他过程我不要再赘述了哈。那除了我们那个民政府在幕后努力，他们本身的文化协会也有帮很大的忙哈，也有自己有做很大的努力。他们抗争很久，抗争了8年的时间哈。那我们从今年的六月份啊，因为我们3月份这边才开始上课嘛，然后他们的人有过来上课，上完课之后把旗子插上去哈。那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幕后的协助，那个整个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到现在也没拆。他当初是讲说8月23让他拆除他们的房子，8月26，那到现在都已经11月22了，没拆。我这边要跟各位呼吁一下了，纳粹杀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出生，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纳粹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生，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纳粹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出生，因为我是新教徒。当最后纳粹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我出生了。我这边记载这句话是希望各位要关心自己这块土地的各个族群，要关心自己真正的同胞。我们跟中国人不是同胞，我们本土台湾人有很多的同胞，有很多的族群的同胞，我们才是真正的同胞。要互相的关心，不要用他们把人家吸灭掉那一种心态，至少我们全血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中国支那的自私文化要把它剔除。
有很多的案例啊，其实很多的案例哦，讲一讲我有时候都会流眼泪，因为全部都是被侵占了、啊，全部都是被侵占。这个是牛角坡的部分哈，牛角坡那边哈，那个因为他没有法令可以强制征收，后来他们下达了一个行政院长下达一个行政命令，代替他的所谓的法源，好，对那个人民的那个土地财产啊，强制预标售。什么叫预标售？他不交土地的那个权状没关系，他先找财团找黑道把它买掉，啊，先把它标给他。然后黑道跟那个财团挂钩之后，然后他拿了钱之后，他就有介入的身份了嘛，他再去后面再去恐吓威胁人家，啊，然后立法院在质询内政部长的时候答询啊，因为没有法，所以没有违法，啊，这是堂堂中华民国六方政府的内政部长讲出来的话，啊，因为没有法，所以没有违法。我这边要跟。我这边要跟他讲、哦、其实他办的好，他漠视国际战争法，漠视美国宪法，漠视海牙人权第四号公约，好，漠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他连依法行政的那种观念都没有、哦、在他们的那个目前流亡政府里面、哦、自己也写得很清楚、哦、大家看一下那个宪法第二条、哦、那个流亡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当然我是不同意这一点啊，那属于国民全体，那人民要向谁领有土地？你有主权才有领土，哎，这个有先后顺序的啊，对不对？然后他既然这么写，他这么写我们是这么看的啊，主权在民，那主权在民，那我手上有土地成本我就有主权啊，那你为什么来强制征收我？这不对啊，所以他已经违反了那个流亡宪法第二条，然后流亡宪法的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还有私有财产权，好、哦、这是第二条。还有第三条，在那个他的宪法写了一大堆啦，不像那个美国宪法写的简洁有力啦，包括他的修正案用27条而已啦，其中有一条还是废除前面的另外一个法案啦，那全部都是列为宪法，他写了一大堆啦，107条他是规定那个中央的职权啦，108条他是规定那个地方的职权啦，他整个土地征收的权限是在108条所规定的县市政府，而不是他的行政命令，结果他行政命令居然来干涉第十八条的宪法，他还违反了第十八条的宪法，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架构里面已经违反三个宪法。好，这是天皇诏书，所以后来他们居民就在这整块地区插满了美国国旗啊，插满美国国旗。然后原本是说最后期限是11月7号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是10月22号了，也过了。所以他们上个礼拜，啊，他们是两个礼拜前来上课的，然后上个礼拜又带了一组人了，就是14张的居民啊，又去买那个国旗啊，又去插了哈。到底他们怎么运作，我是不清楚了哈。可是他们好像插了国旗就有效了。哎，为什么中华民国的那些国家那些公务人员看到美国国旗就会不拆了呢？就很奇怪，连行政命令都会搁置，哎，他写得很清楚啊，他这张写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他限期，他这个后面有限期，他11月7号之前要全部交土地，不然就全部都是强制拆除啊。结果他不敢来拆除了，啊，这是工厂，那整个区块都是小型工厂。其实他们不可怜啊，他们不是可怜，那些这些地主这些老板啊，他们是替他们的员工在可怜，因为他们500多家工厂，一共是567家，这是那个他们流亡政府的监察院提出的数据啊，里面的那个从业人员一共有11000多人，那11000多人的劳工怎么办呢、啊？这头家拢是本土台湾人，都是我们本土台湾人啊，他才会可怜我们自己的劳工啊。那这个流亡政府他勾结财团一直在征收我们，所以他们把工厂全部都插上美国国旗，好，都插上美国国旗。这是53加仑桶的地方也是插上了，所有地方全部插上，连便当摊都插上了，买便当都会吃到哈，连营造厂都全部都插，插得满满的啊，连土地公庙都要插，为什么？土地公土地不保，
哦，所以连土地公都要擦一下美国国旗才会能够保障土地啊、哦。后来他们写了村镇信函，到底怎么宣告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不是我处理啊、哦。可是原本是说11月7号要拆它，结果他没有拆的、哦。后来他们上个礼拜又来带了14张，在新店那边哈、哦，14张的那个住户哈、哦，来拿了50面旗帜。我昨天看他们传给我的那个照片，差了蛮多的。差了很多。后来行政院下了一道命令，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写了，他已经开始在回避了。他们牛角坡那边抗争了接近两年的时间，行政院长从来不理他们，从来不管他们，他知道是违法征收，他不管他们。后来他就写了，市属贵管。他这道命令，这道那个行政命令写给那个内政部长说，这市属贵管，这是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行政院的命令，这边写得很清楚，院授内，行政院授给内政部的，他现在把责任推给内政部长，对，啊，所以他们居民跟我讲啊，到底是吴敦义要死还是那个江宜桦要死啊？我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然后有人就回答了，可能会死一个了，不知道他死谁啦，随便他们了哈，这不重要了。我这边呼吁大家啦，把那个美国国旗、美国军事占领旗插在需要正义的地方，好，我们要求美国亲自来管理台湾，把中华民国的代管资格给驱逐。好，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